啊，我跟 B 哥有之前就认识，对，真的，他，我觉得他是好，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前辈，他好像真的感觉 like super nice guy，super nice，right？Yeah，yeah。对，其实我很想，渐渐我很想跟冯提姆有个交流。第一集我看到他有提到我，他说是他是来找李文老师，所以说哇，他喜欢我呀。那而且我听到他唱很会唱哎，所以我其实很想听他唱《想你的365天》，我非常期待听到他唱这首歌。那我也很想见到他本人。阿 B 哥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，所以如果可以有机会呢，跟他就是有一个 battle，you know。而且他真的唱得好棒哎，you know，他也隔了一段时间，其实大家都很好奇，you know 会是怎么样？哇，he was so amazing，he was so good。So，我相信呢，应该会很精彩。